喀斯特的极光是余作父老师万象极光系列中的一幅作品，尺寸为50×100，以镂痕彩墨为媒介，跟余作父老师春晓作品一样，灵感来自于喀斯特地形地貌。画面中极光在天际绽放，色彩斑斓，为喀斯特地形增添了一层神秘的光彩。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美景在此画中得到了生动的再现，峰峦耸秀，山形奇特的喀斯特地貌与极光相映成趣，形成了一幅壮丽而诗意的自然画卷。余作父老师的喀斯特的极光展现了他对于自然景观的深刻理解和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画面中极光的绚丽色彩与喀斯特的形的独特美景相互辉映，营造出一种神秘而壮丽的氛围，观者可以从作品中感受到大自然的奇妙与壮丽，彷佛置身于桂林那令人惊叹的山水之间，体会到天地造化的无限魅力。这幅作品不仅展现了余作父老师高超的绘画技艺，还传达出他对自然美景的热爱与敬仰。透过喀斯特的极光，观者可以感受到极光与喀斯特地貌融合带来的视觉震撼，并在这片美丽的景色中找到心灵的宁静与愉悦。Impossible.